生人生就像一条船，虽然大小快慢不一般，只要方向看得准，自然送你到彼岸。人生人生就像一条船，永远上下起伏波总翻，只要船儿把得稳，顺着风儿一片帆。文唱得真好。哎，我听林奇说他的妹妹死了，真可怜。也许是丁香，也许是蔷薇，看起来多是小姐，尤小姐也会唱歌，比白帝啊要好得多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尤小姐，今天到我这儿来唱好不好？你说呀。那要看看条件了。哎，只要你答应，多少钱都可以。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就到外边找个地方谈谈合同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那你快去吧。今天不行。啊。那么明天怎么样？哪家酒店好？我不要到酒店去。啊，那么在我家里吧，明天晚上。啊，白天比较好，明天下午我到你别墅来。OK， 我在那儿等你，下午四点。好的。啊，走吧，我不要听这种蹩脚的歌。走。哟，露露啊，怎么就要走了？哎呀，谁呀？这是别啰嗦，死相老不死的老色迷。老板呐，你刚换了白帝没有几天，现在又不想要人家了，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一点了吧？哎，这有什么过分的？我实实在在喜欢他。